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一句歌词唱出多少人的心声，说出多少人的期盼。今天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性价比之王，房产界投资的天花板，用最不操心的方法快速拥有一套租金回报率高、居住体验感强的家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可以收租金还能舒适居住的地方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在 Richmond 交通便利还不超过180万的地方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前院很大有超多停车位的地方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有后巷还有可能建造后巷屋的地方。有需求就一定有市场，有这么多需求就要有相应的房子做匹配。在万千房产当中，真的有一套完美契合的房源来到你的身边。这是一套位于 Richmond Ironwood 社区核心地段的大地独立屋，土地面积7593尺，一共7个房间、4个卫生间、3个厨房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要问了，为什么一套房子要有3个厨房呢？难道屋主是 Master Chef 的主厨，这么热爱做饭？当然屋主一家非常热爱生活和美食，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套房子拥有2套可以独立出入的出租单位，而且每套都是由2个房间组成的。在寸土寸金的大温地区，2套出租单位就意味着每个月至少有3000加币的租金收入，这套房子堪称一只吸金怪兽。当然除了2套出租单位，留给主人居住的面积也是非常合理的。3个房间、2个卫生间，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也是非常温馨惬意的。内部小木屋的装饰风格给人一种放松度假的感觉。你就说这样一套又可以有可观租金收入，又可以温馨舒适居住的房子，谁能不动心呢？你以为房子到这里就介绍结束了吗？当然不可能了。根据屋主的描述，这套房子因为有后巷，如果未来的房主想建后巷屋的话，还有将近700尺的面积给新的主人自由发挥。当然说到这里，很多细心的小伙伴就会发现，虽然它有后巷，但是有4棵大树刚好在院墙的边上，这如果是新建房子不是难度很大吗？不用担心，房主已经跟市政府申请了移除这几棵大树，现在已经拿到了许可证。如果你不想移除这几棵大树，这几棵树也可以正好给你挡一下夏日的阳光，让你在后院享受这婆娑的光阴交错，约上3、5好友来一场烧烤盛宴，快乐和幸福一下子就定格在这个有故事的后院。说完 house 的后院，它的前院也是一个卖点，超大的停车空间，轻松停下6辆汽车，再也不用担心停车难的问题了。当然短短的视频不足以展示出房子的全部亮点，那么为什么不给彼此一个机会预约看房呢？来见识一下吸金兽超强的吸金能力呢？心动不如行动，快来找我们预约看房吧。